太疼了。把鸡兔约了，把鸡兔喊来。哎，鸡兔也可以，我操！不是，那鸡兔官博现在兄弟们直接约他，也说物资要约你们打训练赛，兄弟他们必来。鸡兔明天打滔博，今天先给他们略一下。怎么了？跟鸡兔交流一下，我们不亏啊。我们赢了血赚，输了合理。我觉得他们打完以后，中单会问一句对面的中单是谁。不能说这些，我给他会把帽子打飞，给他中路。行。T1 他不来呀 T1 G2 来了，要我看官博。我 G2 来真可来，不是 G2 真有时间来吗？你们他们整活的。卧槽，这官博下面好多留言的，乌兹约你们打训练赛。G2 你搜啊，微博 G2 电子竞技俱乐部全是兄弟。你跟他们说乌兹这个队又全虎牙平台最牛逼的主播，最牛逼的选手，还有最牛逼的教练。对，还有最牛逼的教练，但是仅限于虎牙这个平台，就吹牛逼就吹虎牙平台，他不一定知道什么，都说最牛逼的他也取证不了。不是我，不是我想到一个很骚的事，基地说明天打完比赛可以打，然后明天比赛输了他们还打不？如果输了挺骚的。卖了赢的，赢的就把他们虐了。他们 AD 是 Hansen 杀吗？哎，对兄弟，你要是在你面前玩扎克，我给他表演一把，干虐昏。回光我了吧？谢谢机车回光吧，你们不会掉我一半，我去看一眼。微博我好久没玩了都。哎，他真回光我了，互相关注。哎，机车官博，注意啊！这个发言要注意啊，不会真给我约上了吧？可以，你可以拒绝我们的，你们是 G2， 你们可以拒绝我的，你们是 G2 啊，你们要明天要比赛的，可以拒绝的，冷静啊，哎，人家没空的，明天要比赛，别搞了，我操，真发了兄弟，真发了，这么恐怖吗？我的妈，真天吗？不是我，我让我经纪人去回一下，我不用玩微博，让回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干不干？快帮我回一个。快，人家艾着我了，这打地图去了，绝对接了，约了，有没有空？什么时候有空？快帮我回一个，可以，没事，我们先搞一下效果。他们官博跟我们效果达人 ，OK， 我先去那个礼貌的回应一下。哎，那我回个什么？我回上号，我回了，兄弟们，帮我去那个顶一下，让他看到我的那个，我评论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帮忙顶一下。不是他不会一会儿就能来吧？一会儿来真等他呀，虐我们两把就虐两把呗，那怎么地呢？哎，宝蓝来了，先跟宝蓝来一把，先虐吧宝蓝。不是 G2 现在来不及吧？ G2 来不及，不可能。对，现在肯定来不及啊，他们有在训练的，他们这个点肯定在训练，兄弟们。而且这个点正常来说要开 BP 会的，怎么可能？对，明天比赛，他们要么现在在训练，要么在开 BP 会，可以下次如果真有机会，可以这两天约一个。他让我去线下。真的假的？我要不直接上了吧？你这样子说，我要不我比赛能直接上吗？他让我去线下他比，要不我比赛直接上了吧就。他现在能我自由人啊 ，G2， 我是自由人，就是随时能上比赛的那种。你觉得我行不？我自由人啊，我没有合同限制啊，我绝对没有合同限制啊，不跟之前一样啊。是的，你跟他们沟通，说实话。讲几句英文就go go go 啊 ba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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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了。对，确实我也只会这么几句了。对，换线你就说top bot top bot， 干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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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we can win， let's go， 聊算了，不是跟他来一句 I'm god go。队友脸上疑惑的问号。